序列前面这一段，你一定要弹的是每一个音和每一个音之间都不一样。第一个音强一些，第二个音就好像是第一个音的回声弱一些。然后弹完这个音之后不要动，吸气中等力度，然后这个银弦出来，这个拉哆要比刚刚前面那个音要强。这个强了之后下一个音怎么办？就弱下去，弱要靠上弹。这一句来，我们从头来啊。第一个，吸气，别着急，慢慢，第一个音强一点，然后这个是弱的，嘘，对，然后中等力度，银弦，对，强，抬手，右手，然后弱的，嘘，靠上，哎，对，然后这个悄悄弹这个咪也是靠上的，靠上，柔弦，拨弦，这个是强的，又强又快，滑，对，然后强完之后要怎么样？弱，这个是弹，对，这个 so mi 可以稍微 mf 一点点， so mi so mi re， 然后这个音不要打，是要滑下来，而且这个音是要轻巧的、灵活灵动的滑，很快的。对，你这个有点慢了，它不是这样子的滑音啊，是